嗨，今天是礼拜四哈，是7月4号。那我们叫了这个必胜客的这个意大利式的这个这个油管面哈，牛肉比肩面哈，然后还有这个炖饭。海鲜炖饭哦，那个味道你看、西西里海鲜炖饭、哇，这个是番茄的，煮过的番茄、这是红酱的。小颗的番茄是水果哦，对，大颗的番茄竟然是蔬菜。那这应该是大颗的，意大利面的，波罗纳牛肉球，还有肉酱，然后这是海鲜，西西里海鲜红酱，不错的，好，整个充满那个酱汁的味道。就是番茄酱的味道，非常好，味道很浓，这样子。这蛤蜊还蛮多的。这个原价一个是，179，然后这是209，200多吧，